天王刘德华暌违11年，将在10月31号到11月3号连续4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。主办单位31号公布售票资讯，确定采取实名制登记抽选制度。歌迷需要在8月25号到8月30号登记报名，主办单位8月31号公布抽选结果，中选者要在8月31号11点28分到9月2号11点28分这48小时内完成缴费，才算购票成功。至于票价，3楼座位区一区域有800到4800元不等，1楼特区及2楼座位区则均一价6880元。消息一出，粉丝都非常满意这次的购票制度，终于听见歌迷的声音了，现在就是拼人品的时候了。以前我帅，现在。